长津湖战役位于朝鲜战场的东线，志愿军九兵团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将美军陆战第一师的部队层层包围。战役打响之后，九兵团虽然装备落后，冻伤减员严重，但依然凭借着勇猛的作风，攻破了长津湖地区新兴里的美军阵地，全歼了美军第七师一个团的兵力。美军为了避免精锐部队陆战第一师也蒙受损失，不得不做出了撤离长津湖的决定。而九兵团的司令宋时轮命令属下的部队围追堵截，势必想把陆战第一师这支美军的王牌部队全部歼灭。在长津湖的冰天雪地里，一场殊死的战斗拉开了序幕。下碣隅里是长津湖地区的一个小城镇，此时长津湖北部所有的美军部队都已经集结于此，他们包括陆战第一师官兵、美第十军直属部队、美第七步兵师余部、英国第41特遣队，总兵力约10000多人。下碣隅里是陆战第一师师部的所在地，也是防御阵地最为坚固的地方，因此从北面拼死突围出来的美军把这里当作躲避攻击与风雪的庇护所。这些冲出志愿军包围的美军士兵都已经精疲力竭。来自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战地女记者冯格利特·希金斯描述说，官兵们的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脸被刺骨的寒风吹肿，手套破了，帽子没了，耳朵被冻成紫色，士兵都好像失魂落魄的亡灵，与刚刚登陆朝鲜时的英武之士判若两人。下碣隅里的美军目前要做的就是要再次冲破志愿军包围，继续南撤和古土里的美军会合，而在他们周围则有九兵团6个师的阻击。陆战第一师想要撤回到古土里，将会面对志愿军在公路上设置的重重阻击阵地。到底这个仗怎么打？这个是因为我们和国民党是打惯了的，一下子打这个美国，到底用什么战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个阴山就想，他这个公路这个正好一个小山坡，他是这个公路呢，就是把这个山头呢小山坡呢就劈开了，从这个山里中来通过。因为当时我们对地形也不熟悉，又不是那个好像看得到，很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遭受了，受阻了，我们的攻击就受阻了。志愿军九兵团所能够掌握长津湖地区的地图，基本上都是朝鲜人民军所提供的，而这些地图都是日本人在占领朝鲜时期绘制的，不但年代久远，而且标识不清。由于地图的数量有限，基本上只有营级的作战部门才有图纸参考，下面作战的连级单位都只能在接受任务的时候靠笔画心机。那个时候就说，你在这个地方打，你在这个地方打，你这个摊在这个地方打，就这个手就慢慢在这样打，你这个摊在这样打，你这个摊在这样打，啊，这么打下哪那么多箭头，地图就有一份，你画了我下次画不画了。在下碣隅里通往古土里的第一个阵地，是由20军58师172团2营把守的1070高地。6连指导员徐邦礼这一年23岁，他带着连队已经在这里整整蹲守了一个晚上。这条公路就是陆战第一师南撤的必经之路，徐邦礼让战士多多地准备了手榴弹。已经有6年作战经验的徐邦礼知道自己将面临的是一场恶仗。敌人坦克出来了，带来7辆坦克，就沿这个公路过来。那么我们一排在这个地方就当防御了。我们整个这一个连呢，全部在这个围绕这个山卡，这个就是1070高地的这个山下面这个卡子里面。12月5日上午10点30分，
陆战第一师突围的先头部队开始接近了徐邦礼所在的阵地。美军坦克行驶在非常狭窄的公路上，公路两边都是林立的山崖。志愿军军高临下投下了手榴弹和炸药包，没有多长时间，有三辆坦克就已经无法行进了。击毙了他二十几个人，二十五个人。那么这个这样子呢，敌人因为这个一面强行通过，他的武器确实是比我们要强，他都是自动武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非常困难，手段是非常困难，是我们没有后勤啊，没有人数啊，没有条件。而敌人的话呢，他都是集结好，全部是包括部分也好，他都是汽车，他这个有批一个班一辆汽车，一个班一辆汽车，他彻底作战的所有的物资都在这个汽车上，所以这个我们不可比了。陆战第一师的先头部队遭遇了志愿军的阻击，师长史密斯开始呼叫配属的空军提供空中支援。就连西南港附近海面的四艘大型航母，莱特号、普林斯顿号、伏击古号和菲律宾海号的舰载机也都出动了，这些飞机都不停地在下界鱼泥的上空盘旋，降降上降的。所以我第一次看那个飞机屁股后那个大门一开下来机械了，人家第一次看见的，国给没见过，在国内没见过。有一百七十多架飞机就分三个层次，高中低，那就是全面应付，坦克这个炮，他这个炮来过来的打过来的时候，就像我们新年我们在电影第一次中在看到那个风啊，一拍一拍一拍，那要打你这个山头封锁你这个山卡，人家说老粗都够不够去，那是拍炮后。陆战第一师实施了一阵密集的打击之后，主力部队开始由公路向南行进。对于九兵团来说，具有高度现代化战争手段的陆战第一师，确确实实是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境地。他们很快就突破了志愿军的第一道阻击阵地，而志愿军并不甘心就这样看着美军从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跑，冒着枪林弹雨进行追击。一片黄衣服，我们穿的黄衣服，一片黄衣服都牺牲了。哎呀，精彩那个时候。那团长一看呢，为什么并不是都牺牲了，大部分都是伤员负伤了，但是负伤你下不来，动就动死了，都是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伤亡很大。在严寒地区作战，纵观世界战史，有两个非常鲜活的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拿破仑，他在1812年率兵50万远征俄罗斯，但最终的结果，法国军队大败而归。另外一个就是二战当中的德军，希特勒的闪电战停步在了斯大林格勒。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失利都和严寒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朝鲜战场上，世界一流的美军部队长津湖的低温严寒也一样给他们造成了诸多麻烦。他们不敢让汽车坦克熄火，害怕把水箱和发动机冻坏了，士兵的水壶也全部都结了冰，指挥官的钢笔也都冻裂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军选择撤出长津湖，其实也只能是唯一的出路。从下界鱼里到古土里的路程其实只有18公里，志愿军九兵团一路的拼死阻击，使得陆战第一师的开门部队每小时只能前进500多米。
而且刺骨的寒风也让美军承受着人体生理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大部分的士兵都因为肠胃受寒而腹泻，而志愿军每一次的进攻都让他们感到死亡的降临。陆战第一师把这次撤出长津湖的路线称之为地狱之旅。那么是小家里敌人的位，他是一辆汽车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坦克，中间还在老百姓哇哇哇的。那么这部队是在打打了半天兵上跑，那个堵堵到后来是老实叫一个炮弹打上去一个不点子，因为到零下30度啊没有办法打。所以我不是在飞机上里就下死命令就用枪去射他履带吗？那敌人这么多，你是不可能去射他履带了。救兵团二十军在长津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分割穿插和包围美军的部队。二十军在美军撤退的时候开始迂回到陆战第一师的后撤路线上进行阻击。朱文斌是二十军58师173团的作战参谋，他们的部队从进入到长津湖地区到现在已经连续作战7-8天了，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已经开始明显的下降了。这时候我们团已经消耗了有300多人了，那个最后组织了12个连，一个团子组织了12个连队，啊，12个连队的时候呢，那就是几连给几连并起来，几一个排并起来，有的排长牺牲了，副排长提起来，就要并起来。我记得全团是将近是4-5千人了，啊，最后冻伤的多，大部分都冻坏的，脚手冻坏不能动了，那大概将近消耗了2/3，啊。还有千把人能够战斗。因为天气寒冷，朱文斌所在的部队虽然抵达了预定的阻击地点，但却无法挖战壕修工事，能够做的只能是炸碎岩石堵住公路，砍倒树木做成简单的掩体。在陆战第一师的部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战士们都3-3/2地挤在一起取暖。和朱文斌挤在一起的是和他一起当兵的老乡，他们俩一直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说祖国人民啊，应该派些各方面的商业啊、工人啊、学生，叫派点代表，叫他站在隐蔽的地方来观看就好了，观看以后看看我们这些志愿军多少艰苦，国内多少好，应该吃好了睡觉，吃饱了睡觉，现在他们可能上学的啊也好，上工的也好，我们在这里这么艰苦，吃没吃，穿没穿，啊，有没喝，要饿，要忍饥受饿，这么冰冷的天，就我们嘴巴一呼吸都冒白气，胡子们在上面结冰。在冰冷的阵地上，因为这个话题马上开始活跃起来，很多战士都加入到了讨论，有的说最想吃肉包子，有的说最想洗热水澡，寒风刺骨中畅想着一切的美好。在这个时候，其实每个志愿军战士都希望自己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经过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有的讲了，你这个是瞎扯，不可能的，是不是？飞机炸弹这么厉害，哎，那些人来参观那是空想，大家讲笑话了。讲着讲着呢，就是没有烟抽，那时候我们为了就有的带一点那个烟叶子，都那个纸头啊，哎，卷一卷抽抽，你给我抽抽，我给你抽抽啊，抽抽抽抽抽抽呢就不讲话了，这么的冻死了。在长津湖的战场上，志愿军九兵团的战略部署和战术运用并没有重大的失误，从包围到穿插，从冲锋到阻击，各个环节都衔接得非常有层次。朱文斌所在的部队在这次阻击战上打坏了美军3辆坦克，打退陆战第一师的进攻十几次。可以说，如果没有北朝鲜那么凛冽的寒风，如果当时九兵团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长津湖的美军绝对无法逃脱九兵团的包围圈。到最后我亲眼看到，就是说那么
战士呢爬到坦克上，冲到敌人坦克上用手榴弹、炸药包、救火器没有用，他那个坦克一转好转下来了，那有些战士就想办法那个履带给他射进去，啊，那么算是炸毁了两三辆坦克，啊，这种情况就勇敢很勇敢，当时、通过了几次的冲击啊。那伤亡真是前仆后继啊，前面牺牲了，后边又冲上去，前面很，那就是在美国，主要是他的坦克起了作用。面对陆战第十的大撤退，身在指挥所的九兵团司令宋时轮焦急不已，眼看着美军就接近了包围圈的边缘了，而已经激战数日的二十军和二十七军都已经到了极限，他们虽然已经尽力阻击，但并没有歼灭陆战第十的能力。宋时轮手里此时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运北队第二十六军。二十六军一直驻扎在临江，几天前宋时轮就下达了命令，让二十六军抵达长津湖阻击陆战第十。二十六军这支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历来作风顽强，如果他们及时杀到，把陆战第十歼灭在长津湖的把握性将会更大。那开始有一条的行军，带着地形行军，北下走，往上走，挺艰苦啊。那个山区都上着冬，那个路上化了雪，化了，结了冰，上也卡的少，下山时候也摔的多。这没换马也滑，马也减少，那不能走了，劈了腿呀，断了腿的，就那么拽了都。长津湖战役打响之后，美国的空军就展开了对周边地区的侦察行动。二十六军的增援已经被美军密切关注了。这支上万人的部队，如果要是赶到长津湖，陆战第十肯定岌岌可危。所以美军的飞机发起了高密度的攻击，在齐腰山的大雪中跋涉，还不断受到美军飞机的攻击，二十六军遇到了大麻烦。一门炮是四个骡子一门炮分解的，你拉了一个炮身，他来炮拿一个马拉了个炮架啊，这起的很残酷的，不能出来了，出来就飞机就打了。在朝鲜的作战来讲啊，那一晚上是通信不通，和前边这个怎么样不通，为什么咱原来带那个电话线呢，就单线，就是接通人拴那个电话机里头，接通人插在地下，底下呢那个铁丝硬，铁丝插地下，结果呢地冻着倒脑插不进去，电话机都架上了就不通，怎么办呢？你扭把那地划开插上也不通，通一连都不通啊，你最好是那个徒步去联系，所以那个仗没打好，与通信联络有很大的关系。九兵团第二十六军的增援其实也是有备而来，为了对抗美军的炮火优势，他们专门准备了三个炮兵营，一路上人扛马拉的翻山过雪。可是这些笨重的装备呢，一方面拖延了他们行军的速度，同时也成了美军飞机攻击的目标。二十六军是长津湖战役里可以说最憋气的一个军，他们在赶赴长津湖的路上根本就没有和美军正面的交过手，光是飞机轰炸和又冻又饿就已经伤亡不断了。美军的飞机和严寒的天气死死地拖住了二十六军的后腿，让他们根本无法抵达指定的作战位置。马云香是山东临沂人，他是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幺团一营机炮连副连长。他们连队装配有轻重机枪和火箭筒，还有八个可以打坦克的迫击炮。
当马士六军在接到开赴长津湖的命令之后，马云湘的部队就马不停蹄地行军，冒着风雪翻山越岭，一刻都不敢耽误。睡了六天六夜，也没吃饭，也没睡觉，就一直走，走六天六夜，每夜得七天得干两点，把馒头炒成饼干，啊，完了天起来以后，太阳晒这边，没有太阳了以后上锅炉，那是饼干，大饼馒头干，带了以后没粮食吃，这个干两点了就是得下命令才吃，啊，不下命令不能吃。马云湘的连队总计有204名战士，几天的行军都是在大山里面兜圈子，还要不断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六天六夜的长途跋涉，让26军的官兵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体力上都濒临极限。可以想象到，在-30多度的气温里，没法吃一口热乎的东西，没法找避风的地方休息，这其中的艰苦和残酷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14500人住的鱼里草，最后剩了真正完整连队全死，剩了6-7个连，真正完整的9个步兵营，一个完整营都没了。炮团更厉害，那时候是一个炮兵团，是罗马炮兵，刚装备起来，一天将也就带那个山沟里全打没了。一个团的罗马有多少？是吧，叫人家几十架飞机轮流轰炸，早上起来到了十几点钟，这一个团垮了，跑团这个就是十余站都离了。在长津湖战役，26军因为没有及时抵达作战的位置，有些干部甚至都受到了处分。九兵团司令宋世伦是个急脾气，只要没有完成全歼陆战第一师的目标，他就一直很不痛快。在26军后来的总结大会上，宋世伦根本不理会其他的客观原因，对26军的批评丝毫不给面子。我去参加两会，因为我团长干部都参加。最后总结两会啊，那批评的很厉害啊。上来就，你们26军是英军是这个打的怎么样？那国内是英雄，兄弟怎么样？我看你英飞了。营废了不是成了熊了吗？啊，你这次打得怎么样？上来就这么样的。26军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对于26军的官兵来说，军人的荣誉高于一切。长津湖战役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一直成为他们心中无法释怀的隐痛。直到现在，这个事情都过去60年了。但凡是26军的老战士，只要是提起长津湖，还是非常的委屈。没打好啊，有压力啊。人家26在国内打仗有名，人家一上那去，没弄出个名堂来。的确是太困难了，部队这个动力那么样，这个饿的那么样，长途行军拖的那么样。非常艰苦，非常残酷，苦，但是我们顶住了，没有退却。说我们打的不好是不对的，这个事儿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要说我们日子战役打的不好，那我们是不对的。疯狂向故土里突围的陆战第一师长史密斯，这个时候不断的调兵遣将，他命令故土里2个营的美军前来接应。几十辆坦克和大炮沿着公路轰炸志愿军的阻击阵地，陆战第一师也只有杀开一条血路，才能避免被歼灭的厄运。打了好几百排炮管，他就已经知道我们这个山头我们站的，那时候我们也伤亡。飞机的击中了孔头，扔了这个凝固汽油弹。这个凝固汽油弹呢，因为那个凝固汽油弹一炸了以后呢，一个火车的粘到你身上，你都跑不了，都烧起，你身上都烧起了。我的裤子都粘了，我的动作比较快，把裤子全部脱掉。
是穿那个裤衩。在阻击陆战第一师的战斗中，27军81师243团一连连长黄万峰和连队的战士们，一边躲避炮火，一边专门瞄准电台车、汽车、吉普车开火。这些车辆是撤退美军中最薄弱的环节，一旦司机被打死，其他人只能弃车逃跑。而对黄万峰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丢弃的车辆上找到吃的东西。我就看起来有没有罐头，我抓4桶罐头坐在布头，4桶罐头分起了6头，留2桶给下院。那个大桶罐头1公斤的，那大也能解决点问题。但是有3样东西，一个是大姐盖那个打火机，第二个一个饲用直播巾，第三个是这个一个小胶双机，就这么大小这么高。那其实很简单吧，现在看的都不值钱的东西，但那阵儿像是个宝贝一样。陆战第一师的美军在南撤的时候，自行高射炮车和自行高射机枪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他们是机械化的速度，还有自行高射炮车每分钟射速能达到240发，每发炮弹的杀伤力相当于每手榴弹，这对徒步追击没有任何遮掩的志愿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有个讲法，敌人是比我们打垮了，我们是动垮了。敌人突围的时候，我们拿不出部队去追击他，我们没有力量了。所以那个时候讲什么人家数学话，就是赶鸭子赶一赶而已。用了整整50多个小时，陆战第一师才走完了18公里的艰难路程，抵达了古土里。在后撤的战斗中，陆战第一师有1000多人伤亡。他们能够突出重围，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用飞机把伤员运送到了后方，没有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美军的空中掩护能力非常有经验，长期与陆战第一师配合作战的第一航空联队，随同地面部队行动的陆空联络组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他们通过无线电通报目标位置、攻击角度，从而精确引导飞机进行近距攻击。强大的火力优势为陆战第一师的撤离撑开了一柄保护伞。陆战第一师虽然到达了古土里，但还并没有完全摆脱九兵团的包围圈。从古土里向南的道路上依然埋伏着九兵团的部队，20军和27军还在一直顽强的追击。在长津湖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作战，无论志愿军九兵团还是美陆战第一师，其实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两支劲旅的遭遇也充分体现了两军士兵的荣誉感和意志力。通过长津湖一战，志愿军也充分地了解了美军立体化的战术，也看到了自身后勤的匮乏、通信的不畅、攻坚火力不足的弱点。如果说为何在如此多的不足的情况下，志愿军还能够和世界上第一流的部队对抗，志愿军和美军在作战能力上到底有什么差别的话，其实只有两个很抽象的名词，那就是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这就是最大的差别。